Thank you.
解它的要素。另外还有一个是因缘，就是它整Thank you.
有什么急事的时候，在这边可以。
距刚刚右手边上面有写1380米，就是两个桥，它都用吊桥这样吊成这种形式，是现在全世界上是最大跨距1380。下面这个就是这个哈登格峡湾，哈登格 Field。左手边那边可以，可以有那个脚踏车从那边骑过哈。它这边是双线道。
觉，从海中升起的一个冰山。那外面铺的都是大理石，所以人是可以走上去的哦。你现在看到上面的屋顶啊，就是人可以上去的，而且已经很近了，因为他们今天刚好在这边下，因为有时候在另外一头就会比较远。好，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其实就是前方就是 check in 的门了。
袂着，咱烦恼。潘晓照下去了。